一发动，魏国铁骑的气势，让他们了他生死。正入阳台鼠辈，不如去国之心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秦汉灿烂，令人神往。天下无双，挡我者死。回将者，自当带头前往。别打我！此刻身在此处的，都是我的了脱生死，正入涅槃。别打我！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再去，蠢材！不许变！别打我！得不到的，就摧毁干净。好危险！了脱生死。正入涅槃，魏国铁骑的气势，让他们见识一下。无聊，我又为什么我要当凡人的护卫？必杀！既然是主角，自然是来得晚不如来得巧。吾乃常山赵子龙，是随者吕布，我手所指才是生生不息。我是希望心跳，苍天已死，黄天当。对你来说，这是会不会轻伤啊？吓到我了吗？我该怎么办？见识一下科技的力量。众星闪耀，指引你；众星云集，去华天。不着回语，翻山天雷。别忘了，这里是我的主场啊。那么这局如何呢？吾乃常山赵子龙。黄天之力在我心中闪耀。我该怎么？诸葛亮，当然是我更厉害了。大爷，对你来说，这局会不会太悲伤？你们正站立在命运的先端，先撤退。去华天之极，看看我的最新研究成果。你的信仰动摇了吗？啊，好疼啊！那么这一曲如何？天神，请惩罚我的敌人吧。你们正站立在命运的先端。是无能。你的信仰动摇了吗？是我。见识一下飞将军的气势吧！天下无双，挡我者死。面对自己内心的，要你升天。我挑这一下，大声呼喊吧！我的名字，让我认真起来。这就是我的上将，见识一下飞将军的气势吧。对手是你，应该不是我内心的欲望。了脱生死，正入涅槃。变死！
熬夜酒。也敢向我挑战？勇气！任由我内心的欲望吞噬谁的就摧毁干气！生死正入涅槃手。